听说上一期的女装大佬你们还没看够，还想要我整一期是不是？你不要拆穿人家嘛。其实你们也想看的对吧？那我们赶紧开始吧，事不宜迟。有人喜欢细的腰，有人喜欢长的腿，有人喜欢漂亮脸蛋和会聊天的嘴。你爱吃汉堡包，也爱吃炸鸡腿，爱吃烤肉味的薯片和肥宅快乐水。你有多少个朋友看到过蓝天？喜欢的人总出现在梦里边，朋友圈里所有人三千个赞，反正也没拍照片。每天熬到凌晨三点，每天睡到下午四点，天关黑了才起床刷牙洗脸。这是个女的吗？这明明就是个女的，怎么会是个男的呢？你要拿图片玩我啊？是不是真的？你们都知道他吗？薛墨宝宝。我突然觉得我的芒果干不香了。这一定就是女的，这就是个女的，她有。真的。This beat is my recital.I think it's very vital. 我也一边拿，快去吧。牙怎么了？他慢慢不再是一个男孩，他慢慢学会承担所有爱。美到爆啊，太好看了。可是他真的就是个男的。哎，有的时候发现同性间也会有障碍的。再靠近一点点，就和你牵手。牵什么手呢？女朋友都没有还牵手？圣诞节都一个人待在家过呢。这声音，这前面的变声，哦不是，那后面的变声，哎不对，这声音到底骗了多少人呢？我说了仙女，我是仙女。我真的觉得我活的还不如个男的呢。他慢慢不再是一个男孩。我突然体会到恋爱和失恋在同一瞬间的感觉。好扎心哦，人和人区别怎么就这么大呢？我感觉我有点饿了，要吃点东西了。记得关注我，想看什么视频，记得在评论区告诉我，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。